观众朋友，大家安，欢迎收看《民视》下晡五点新闻。咱首先来关心的是选举的消息。为着要来抢少年人的票，民进党嘉义县长候选人张华冠透过了部落格、波浪加 Facebook 等网络平台，号召网友到位。闪灵乐团的主唱哦 ，Freddy 马专庭来到现场。在跑不完的选举行程中，嘉义县长候选人张华冠还特别抽空和网友聚会，一出场就立刻感染到年轻人的活力。今天是对村口敲出来，咱小花一定会当穿的 size。这个 size 会不会太大了？我现在好瘦哦。自己人哦，别那讲，家己人啦。送 T 恤是肯定张华冠对台湾、对在地的用心，还有年轻人送的是萝卜。好，开心当然投来的，然后这次要送给你，祝你高票当选县长，原来是两破千金，加油！原来是你偷的啦！我老实讲，我的开心农场最近选举期间哦，真的菜都被偷光光，哎呦，要选举我就不敢去偷人家的，啊，只能哦默默的哦啊被偷啦。现场还动员年轻网友透过电话拉票，希望掌握年轻族群的选票。在轻松的气氛中，张华冠承诺延续嘉义的进步，也许嘉义青年一个未来。民视新闻黄美惠、陈家祥，嘉义县报道。